苦，但这个家真的很不重要。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要跟他比嘛。都只记得我对你的不好。我总是羡慕你，却没发现。如果你需要我的话，我随时都在啊。你一定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更在乎他。一家人这样子好好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。八大戏剧台自习频道，9月7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你是我的姐妹。